今天这个局面大家都可以开荤了。我都好久没吃肉了，今天多吃肉，表哥现在既然大家都这么抬举我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两个大钳子虽然看起来很诱人，但是有点坑，想坑我。这两个鸡爪爪虽然有点累，但是跟他比起来差的可不是一块两块啊。我就想他，嘿嘿，鸭爸呀，这是哪个双鸡屁股的？这上面不是还有肉吗？可这盐焗鸡，盐焗鸡，盐焗鸡！哇，我越来越佩服自己了，你看看两个鸡腿呀、啊！啊，真香啊！波士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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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波士顿！